你会想念我吗？在同一片天空就他前面是那个八斗子渔港，然后杠子寮炮台，这边经常有黑鸢或大冠鹫在飞。刚刚在拍黑鸢，然后忽然间一只那个游隼在这边飞，一直飞飞飞过来。你会想念我吗？在我转身以后，当这世界忘记了我，我只是说个。